大家好，我是小野。今天呢，咱们来试试跟各大美妆大咖学习化妆，看看他们的手法在我的脸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。咱们先跟程姐学一下怎么上粉底。涂粉底液的时候，我们要朝下涂，这边也是朝上涂，大面积均匀的铺开哈，圈子给它揉进去，底妆就是会特别遮毛孔。哇哦！现在咱们来跟着行业老师学修鼻子啊。第一步，在鼻头画一个圆圈，鼻梁的宽度这个点，眉头我们再来一个点，接近于眉腰的位置点上一个点，小型的尖尖向下画一个疤，再从鼻头圈圈向上画一个倒疤，柔和的阴影色打底，从下往上，从外往内，三个顺势捏一下。接下来咱们按照周周的方法来做提亮，来关灯。发光的地方就是咱们下垂的地方，涂上高光膏，开灯之后把它晕开，手电筒从侧面打，暗的地方就是面部凹陷的地方，开灯之后把它晕开。哇，跟两边对比。咱们呢，现在来开始跟河豚学画腮红。你把它涂在掌根的这个地方，然后对着搓搓搓搓搓，搓的非常的均匀，轻轻的向里拍。如果你中期比较长，可以继续往里拍。我现在把这边补上。最后，我们来跟着辣辣学玻璃唇，长直角，然后抿一下，把中间这道给它涂开了，嘴巴撅起来，果冻感就出来了，没什么区别，是不是这个画法不太适合我的唇型啊？挑战到此结束，我觉得还挺满意的，你们觉得呢？拜拜。